回忆丈夫逼自己签下离婚协议书，个性刚烈的廖淑凤怀恨在心。台八大剧持续加入新卡司，陈柏宇在戏里饰演江国斌的前妻，而江国斌的现任妻子也亮相登场。 盘起头发，干练打扮，饰演柯慧琳的苗真，出身地主之家，被迫跟江国斌联姻，成为他第二任老婆。我的感觉是，可能是二十几年前的那一段初恋，让他有一点痛苦到放弃了所有的计较。他个性是很直爽的，所以有点对感情这一块，他可能就是。 江国斌笑说：“这次加入演出比较有女人缘，但前任现任之间来回周旋，真的好吵。”今天录了一个我讲相亲会，我一个大男人在那边做主，其他他们这些那个前妻跟现任的太太，然后跟女儿在那边吵架。陈柏宇第一次演出台八，跟江国斌对戏，手还会发抖。其他人纷纷赞同。何一佩附和自己当时台语不好，跟江国斌对台词也会紧张到发抖。但这次饰演 江国斌的女儿，两人默契非常熟悉。我觉得高人不能够说是横刀夺爱耶，因为本来就是家族联姻嘛，他本来就是其实是利益，他放在前面。加入强大卡司，展开全新剧情线，各个角色的爱恨情仇，粉丝更期待。三立新闻李文雄台北采访报道。